我们先从最容易也是最难的练习开始，平板式。准备好你的码表，趴在地上，身体应该靠在你的手肘和脚上，从头到脚呈现一直线。假如你是新手的话，从30秒开始，之后逐渐增加时间。你比较会犯的大错呢，是把臀部抬得太高，这样呢就不会运用到腹肌了，所以呢要确保你的身体呈现直线哦。平板走，进到水平的姿势，手臂伸直撑着，与肩膀同宽，同时呢用右手和右腿跨一步，然后左边手脚和身体跟上来，往单侧走几步，再往另一侧，自己设定重复几组，主要的目标呢是让肌肉尽量长时间收紧哦。鸟狗式，手和膝盖碰地，右手臂往胸口弯曲，然后往前伸直，与此同时呢把左腿往后伸，必须保持臀部与地板平行，不能扭转。再来，弯起左腿往核心带进来，右手肘呢与膝盖应该在身体的下方接触，依能力尽量重复，然后用左手臂和右腿重复此动作。下一个呢是脊椎转动平板式，先进高平板式，手掌放在地板上，脚跟确实并拢，然后把重量移转到右手，把左手抬离地板，转动身体并举起手臂，到达顶端之后呢，你的身体必须完全转到侧边，维持身体挺直，别让臀部下坠。回到起始姿势，用一只手臂重复几次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重复动作，做平板式、鸟狗式及平板走，不要暂停，让身体休息一分钟，再开始下一组练习。你的肌肉保持紧缩越久，肌肉组织就有越多微损伤，等它复原，你的肌肉量就会越来越多哦。平板到下犬拍击，从高平板式开始，把重量往回推，让臀部上来到下犬式，然后用左手碰右脚，回到高平板式重复动作，但这一次呢用右手碰左腿，设定计时器持续做一分钟，能力增强以后呢再增加时间哦。躺下抬腿，手掌朝下放在身体的侧边，脚跟并拢，这个动作练速度，你应该尽量慢慢的抬腿，到达顶端的时候呢，脚跟应该朝向天花板，然后慢慢的把脚放下来，想要更有效率的话，脚跟别碰地，把脚停在离地几寸的地方，然后再度往上举。平板跳，这个呢是针对腹肌的优良心肺运动，从高平板式开始，脚跟并拢，把脚跳开，稍微比肩宽，下一次呢跳回起始姿势，这个动作做30秒，假如你觉得很可以的话，把时间设成一分钟，然后一分半、两分，以此类推。下犬腹肌式，从下犬头朝下开始，抬起左腿，让双腿形成直角，腿弯曲放下来，让膝盖碰到左手肘，回到起始姿势，然后再把左腿放下来，不过这一次呢要用膝盖碰右手肘，依能力尽量重复，再用左腿重复动作，重点呢是要控制核心，臀部不应该扭转，要保持与地板平行哦。卷核心，躺下来，手臂往头顶伸直，掌心朝上，抬起手臂，然后是肩膀，你的动作中段呢应该是手臂往前伸直坐着，然后把手伸向脚尖，慢慢的回到起始姿势，这样呢是一次，从20次开始，然后每一组增加5次，这个运动可以让腹肌绷紧，并且让背部和腿部更灵活，要达到最佳效果的话，尽量让腿平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哦。脚踏车卷腹，先躺在地上，把腿弯曲成方形的角度，膝盖朝向天花板，把手放在头后面，肩膀微微的抬起，将右膝与左手肘带进来相碰，回到起始姿势，用左膝和右手肘重复动作，慢慢做，让你的腹肌动起来哦。螃蟹脚趾碰，坐下来，手掌脚掌平放在地，手微微在身后，稍微抬起臀部，把右腿伸直，你这个时候呢应该伸左手去碰右脚尖，回到起始的姿势，双边交替，依能力尽量重复，这样能够增强你的臀肌和核心哦。剪刀交替，脸朝上躺下，肩膀微微的抬起，手臂往前伸展，双腿伸直并微微抬起，单腿朝手臂举起，尽量让腿往身体下来，并且确保双腿伸直，让腿回到起始姿势，换腿继续动作，最好呢是计时设定一分钟，然后立刻去做下一个动作咯。请站直，
手靠近胸口，双手合十，把右脚跟靠在左膝上，然后前弯，手臂往前伸，同时呢把右腿往后伸。你的身体应该呈现 T 字形，维持一下再回到起始姿势，保持平衡，慢慢来，用单脚做一组，再用另外一只脚做第二组。船式，坐在地上，双脚往下平放，双腿弯曲抬起，让小腿与地板平行，双臂往前伸直，你的背呢应该往后弯，让肚子跟腿呈现直角，姿势尽量保持下去，从30秒开始逐渐增加时间。你可以把腿伸直，增加难度，重点呢是要保持平衡哦。皮拉提斯100，躺下来，把腿伸上来，跟地板呈现45度角，把头跟手抬起来，掌心朝下，双手微微摆动，上下各几寸。这个运动呢是在于呼吸，吸气的时候摆动5次，吐气的时候也要摆动5次，维持你的姿势，吸气吐气各100次，这算上一组。呼吸不要太快哦，否则氧气会让你头晕的。再来呢是金牌经典仰卧起坐，用哑铃来增加效果，假如没有哑铃的话呢，用水瓶代替也可以。躺下来，腿弯曲，脚平放在地，用一个哑铃固定双脚，双手拿另外一个哑铃举在你的脖子附近，做仰卧起坐，从20次开始。接下来呢每一组逐渐增加5次，放下哑铃，双腿弯曲，手臂在头后面。这个动作应该分成两个步骤，首先呢抬起肩膀和上半身，让上腹肌绷紧，再放下来，然后完全坐起来，再回到起始姿势，这样算一次，次数能多就多啊！上下腹肌交替，能够尽量长时间的保持紧绷。这一组结束的时候，你的腹肌应该会很火热的。继续躺在地上，双腿弯曲，脚平放，双手在腰间。现在呢，身体抬起来，跟地板呈现45度角，或者呢像是半个方形。把上半身往左转，并且把右手往同一个方向延伸，回到中间，再把身体往右，并伸展左手臂。这个动作可以慢慢做，也可以全速冲刺，重点呢是背部要保持正确的角度哦。选择清单中的6个练习，组合成为3对，做完了2个动作以后休息1分钟，再继续进行下一对。假如你一整轮做完还有力气的话呢，那就再做一轮吧，做不同的动作，一个星期做3到4次就够了。